来，各位，我们现在路过我们第一个 Kamen Rider 世界啊， Kamen Rider Kuga 的一个世界，好不好？然后我先说一点啊，因为有些人我之前有讲说，我的 Decade 基本上是买的非常齐，基本上该有什么卡全部都买，好不好？所以呢 ，CSN Decade 跟一般 Decade 最大差一点就是有收入青龙、天马、泰坦，而且重点还有这个升华救急形态，好不好？这个算是小野寺空我限定的形态啊。然后我先说点 ，Decade 在剧中面其实他的能力，我个人觉得不算是这么的出众啊。但是呢，如果你搭配上这些骑士的能力，对付高速敌人时，他可以使用我们的天马，因为天马有超强的洞察能力啊。对付有霸体的敌人时，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泰坦啊。泰坦基本上就是被打完全不会后退啊。我小时候玩 PS 游戏，哇，泰坦超强，所以基本上 Kuga 这个组合包就非常非常优秀，好吧？有各种不同型的，可以对应一大堆情况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会非常推荐买 CSN 的原因啊，就是要买 CSN 才可以玩到这些音效，好不好？其实我买的到现在还没刷过啊，所以呢，我个人蛮好奇它这边到底搭载什么东西啊？应该是可以刷得到吧？刷不到的话，那我们以后影片的排程就会出一些问题。那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酷嘎的一个世界有哪些卡片。第一张卡片的话，就像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应该不用我讲吧？卡片来的酷嘎的一个基础形态，好不好？就是全能形态啊。这张全能形态的话，就让大家看太多啊，所以呢，我这边就稍微带过一下就好。然后背面这边差不多是长这样，就是一个酷嘎标志啊。在开始玩青龙卡片之前，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酷嘎这张卡片。这边的话，我帮大家解答一个小小问题啊。你有发现它的音效基本上是采用跟当年一模一样的一个 DX 版，这个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像阉割版的音效，但是呢，在巨动音效其实也是长这样，就是有加速过后的一个音效啊，并非就是采用真正原版的音效。这个话要设定上解释，代表说我们的 Decade 还没完全驾驭自己能力，所以当然不可能驾驭其他骑士的 100% 力量，好吧？但是呢，到后续的品红版本啊，就有做一个完全的强化啊，不信我们测试给大家看。因为品红的话，代表说 Decade 已经完全驾驭自己的力量，所以呢，所有骑士的音效都变得完全正规化。知道这音效为什么会被阉割一个原因，好不好？并不是当年搭载错误，而是剧情上设定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 ！Form Lido 就像是骑士形态卡，你们要知道的点啊，在之前的品红版本是没有搭载的哦。基本上如果你要玩到的话，通常都要买到 CSN 啊，或者是说以前的街机卡搞不好可以。所以呢，以下来讲，如果你要玩的这种卡片，最靠谱的方式还是买 CSN 啊。而且 CSN 卡片基本上设计规格跟巨动完全一模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话就属于我们的青龙形态的一个卡片啊。简单一点就是使用棍子进战斗一个酷嘎。这个棍子我们当时有介绍过，好不好？我觉得他们这一次这个形态卡很棒点，就是说呢，当他切换形态时，他的卡片背面啊也是会跟着换色，好不好？但是一样保留酷嘎的标志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大家区分说，这一看就知道是用来强化用的卡片，比较不是偏向用来变身用的卡片啊。一般卡片是大头卡嘛，形态卡的话就像是半身卡这样子啊，所以也是有这个小小的区别存在啊。官方在这种地方啊，他设计的非常非常细心，好不好？下面这个名称它是酷嘎。Dragon Form， 下面的话这边有卡片类别 ，Form Lida 就像是骑士形态卡，然后并且的话这边一样是个酷卡标志。背部部分的话，唯一有差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卡片类别的地方 ，Form Lido 只有改这里而已，骑士的名称就像是一样的、哦。两方的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基础变身卡，这是形态卡。来。完了，我后续的影片计划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呢，在剧中里面使用各种不同形态时，会有产生对应的一个变身音效。我想说，好歹这个是 CSN， 就它只有名称，然后后续的通通都没有，蛮遗憾的。老实讲啊，来各位，既然它没有，那我就用我的 CSN 来帮它配音，好不好？OK， 这样我们的 Decade 的话就变成我们的青龙形态，然后呢也给大家看我们现在 CSN 的一个灯色啊，然后这种就可以拿到这个形态装武啊，哇，有没有这样子所有武器就变出来好吗？果然要玩还是要玩一整套，好不好？下一张 Pegasus， 如果假设你遇到什么，比如说那种超高速的敌人啊，或者异虫之类的，或者会飞的敌人之类的，就可以使用 Pegasus 进行一个高精度狙击啊。但是 Pegasus 有一个小小的弱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它有使用的限制秒数，当秒数到的时候呢，它就自动变回初生形态啊，跟大家做补充。所以呢，那代酷感我更会这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对于每个形态都非常考究啊。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拿着我们天马弓的一个 Pegasus 形态啊，一样的话
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半身罩，就要跟我们青龙形态是一样设计，跟我们基础形态比较一下，算是蛮不同的感觉。名称部分这边画是写的 Kuga Pegasus 好不好？然后并且这边画一样是写的 Formula E 的，背部部分就跟我们的青龙是完全一样，好不好？没有做任何更改啊。来。OK， 这样子我们 Pegasus 形态就变身完毕好吗？灯色的话是我们的绿色，这样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之后就要拿出它经典的一个飞马弓啊，然后通常使用能力时就会这样子，敌人就被狙击下来，好不好？非常非常简单啊。再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形态，可是后来出现救急形态之后，这个就没那么喜欢了。这个话是我们的泰坦形态啊，相较于其他形态来讲啊，它的装备看起来特别特别重啊，你就发现它的铠甲看起来特别特别大个，而且重点是拿着非常巨大的一把剑啊，然后并且眼睛的部分是采用紫色做个设计啊。这个形态有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变身完毕之后会有一个霸体在，就是敌人怎么揍它，它都不会后退啊，它就可以慢慢走过去，然后拿剑直接捅在你胸口，你就直接躺在地板上啊。哇，小时候真的完全被震撼到，你知道吗？并且这边形态名称它是写的 Kuga Titan， 一样是写的 Form Rider， 背部部啊，就像就是长得跟往常一样，好吧，就是没有做任何的更改。OK， 各位，这样子变我们的泰坦形态啊，灯色的话差不多是长这样，就是一个紫色的灯光。其实我要先讲一下，相机呈现出来的啊，有比较偏白一点啊，但是实际看到是更紫，好吗？然后呢，做一次这个武器啊，这时候呢，泰坦形态就跟鬼一样啊，可以拿剑去插我们的敌人啊，我们就一并把它的救急形态卡拿来这边做个介绍，好不好？毕竟是酷卡一个分类啊，当然就全部介绍了。其实我要老实讲，我觉得这一张的识别度有点不太高啊，他没有把酷卡最壮的那两个肩甲给弄出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可惜啊。个人觉得，相较于原本的酷卡，他的脚变得更加更加的多啊，而且看起来更加更加凶悍啊，尤其是在嘴巴部分啊，感觉他的獠牙已经完全被解放了。我们这样稍微比较一下，大家看出来啊。然后呢，下面这块我们也看到酷卡本身漆黑的一个装甲，并且带一个金边这样子啊，我觉得酷卡。救急形态啊，最帅一点就是手只要一伸起来，对面就会直接冒火啊。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这张卡片就不是形态卡，就算是属于变身卡，所以呢就改回 Masked Rider 的名称，然后并且写的 Kuga Archimedes Form 这样子啊。背部部分啊就稍微做一些更改，上面话一样写的 Kamen Rider， 然后下面话就写的 Masked Rider Kuga Archimedes Form 这样子啊。所以它的背部啊差不多是长这样。来喽，我个人今天最期待的其中一张卡片。啊，还其实还是跟原版的有点落差，但是已经够帅，好不好？可是有一半是原版在初次变身时就是一个暴风雪，然后变得特别特别久，所以看起来特别特别威猛啊，所以呢才会导致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点像阉割版，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听到比较沉重转动的一个声音，好不好？其实当年 D K 的腰可以刷到救急形态，真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他是把很多东西全部砍掉，就是一些什么必杀卡一样全部都砍掉，但是呢保留最终形态啊，所以呢算是值得嘉许啊。他知道哪些该留，哪些不该留啊。然后呢，再来最后是我们这一张啊，小野四雄介的一个救急形态。好吗？升华后的一个旧机空物啊，以黑为主，改成以全金为主，然后附带黑边这样子啊，看有点像螃蟹啊，但它能力更加更加强悍的，跟它做补充。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张卡片有个小小可惜的地方是，它的动画感有点太重了，没有那种皮套感啊，一看就知道感觉是用 3D CG 弄出来的啊。因为由于它比原本的酷卡的更加强悍嘛，所以它的脚化变得更加凌厉啊，更加的多啊，凸起也更加更加夸张啊，然后眼睛化也发出红光，并且背部啊采用黑色做个设计啊，然后呢一样是我们的酷卡标志，但是被遮起来。然后下面这块我们看到它黄金色的一个铠甲，然后呢这边话也有它的名称，升华救急形态啊。背部部啊这边话也是跟盖一样，就是 Kamen Rider， 然后一样是有写它的一个骑士形态名称。所以呢这张音效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好奇啊，所以呢我们就稍微来试听一下。完全新规的卡片，还是当年街机有啊，有点忘记了。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它的音效大概长怎样。来，好，各位，这个让我有点小小的失望。我个人啊，他的音效基本上听起来跟这个近乎根本没差多少，好不好？
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啦，个人觉得。但是这两个音效非常相似，也非常合理啊，因为他就只是将这个形态再做个衍生啊，音效近似还算是可以说得过去啊。但是我更觉得这两个形态都有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说呢，他们竟然都没有搭载闪电跑出来的声音啊，因为呢这两个形态基本上在变身时都有大量黄金闪电这样串流过去啊，这个点没有收，有一点小小遗憾呐、啊。然后我们形态卡片全部看完之后，最后还有三张比较奇怪的卡片啊。第一张的话是我们拒绝这个世界时，我们酷卡卡片就会长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使用，进入一个残影的状态。这张卡片基本上是刷不到，跟大家做补充。有没有？他那个条码就直接给你乱码，连那代金都没有，就一进就哔哔哔这样。我觉得这样算是蛮考究的，毕竟这些卡本来就不能刷、啊。再次这张，这张就大家再熟悉不过好不好 ？FFR 卡让我们的酷卡变成甲虫，这一张卡被讲解的点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历代骑士转为底特所需要的一个道具、啊。来，我们让我们的酷卡掰成我们的甲虫状态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把它搬开，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甲虫这样子。然后呢，最后一张大家也是熟悉要吓死人啊，酷嘎的一个必杀技啊。只要必须要使用到必杀技时，就一定要使用到这张卡片哦。Final Attack Lido。好，各位，这样子我们酷卡世界所有卡片就全部收集完毕，好不好？基础啊，四形态啊，最终啊，小野四版最终全部都这样都完成，好不好？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点是，竟然四个形态都没有搭载音效，这个有一点点扯啦。在剧中里面都有产生音效啊，不是就是一晃就过去啊，所以呢，没有搭载真是很可惜，很可惜啊。未来的话，应该就会在 CSN 2.0帮大家做个补齐啊，没有意外的话，毕竟技术也做大幅度的成长嘛，所以呢，不补说不过去啊。所以我个人是蛮期待 CSN 2.0可以把这些音效全部做补齐，好不好？啊，到时候拿到以后帮大家做开箱。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Comment 来的 DK 都是卢学，请把在下面，我们下期见，拜拜。